好，我们看这个 SBM 2005的这一题，他说 AP 这边还有 AP， so 我的 A 是5，我的那个 D 是9.5，是 OK， so 他要我们找 common difference， 然后 B 他要我们找 sum of the first 20 term after third term， 这样我就拿 S23 来减 S3。So 23 per 2， 然后2A 25加22乘4，然后减掉3 per 2， 然后25加那一个2乘4。 OK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3 per 2， 然后10加22乘4，这一个是1127，然后3倍2，然后10加2倍4，这一个是27，所以他拿到的答案是1100。 OK， 这一题我们还有第二种做法。第二种做法呢就是说我的5913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下一个是17，所以我17开始20个 term，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A 是 17， D 是 4， 然后我的 S20 是20倍2， 2乘17加19乘4。 OK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0除2是10咯，然后2乘17 34加19乘4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100。好，